王铁锤大战郭连弟，这盘棋双方杀了个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我们来看精彩实战。王铁锤当头炮，连弟把马跳，红的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，黑棋很自信，来一个缺头屏风马。那红旗呢，稳健的三兵不走，就是要跟他搏杀，选择兵棋第一，黑棋卒棋第一，红旗挥车过河。黑棋这次呢没有上马了，选择一手平炮对车，红的压马，黑棋退炮，红旗在这里选择了最最激烈最最毒辣的急进中兵。黑棋不是，红旗继续冲，黑棋打一下，红旗呢把车躲开。那走到这儿，黑棋一般呢都是走这个卒棋进一，红旗上马，黑棋呢再卒棋进一。他在这里呢变招了，走了一个呀布局一形，先点下二路车，改变一下这个走子的次序。红旗上马之后，黑棋呢再选择一手马七进八，以后准备冲卒展开反击。那红旗呢在这里呢选择高炮，你打过来，你过来我打了，你把我车踩了，我打你闷弓。那黑棋呢冲卒，准备你冲过去他再冲。红旗呢在这里选择一手上马，你吃过来，我这个马跳上去，马跳到这个位置实在是太爽了。那黑棋呢平车过来，红旗呢那之后吃过去了，黑棋在这里选择先吃掉，下一招他再准备冲这个卒。那红旗呢也不怂，当没看见。黑棋呢按照原定计划进卒，踩着你的车，下一招准备再拱，威胁你的马。哎，那红旗呢在这里啊选择一手退车腰对，那黑棋没得选择，只有对掉。红旗呢踩上去，黑棋没往下冲，你再冲这个马就跳上去了，让你打个象，你一个炮在这里没有用。他选择了一手平卒，希望啊以后对这个马呢有所牵制，用这个兵呢当炮架，以后来打你的象。红旗呢先平兵一将，黑棋飞个象，然后呢红旗这个马还不躲，先抓一下你的小马，你打我的马，我吃你的马，我吃完你的马还吃了你的炮，关键是你这个炮一交换完之后，你对我底象就没有威胁了呀。所以说呢黑棋不愿意这样交换，他把马跳上来，那红旗呢就把马跳了，给你个底象吃。黑棋一看我打个象，虽说是将了一军爽了一下，后边兄弟哪个也没上来，没有用，他也不打，选择快马加鞭上马，以后进马踩炮卧槽抽车。红旗呢平炮把他顶住，下一招有个出车抓炮的先手。黑棋呢出车，那红旗呢就出车把他拉住，黑棋进炮，红旗呢在这里选择一手上马，你要是来将我一军抽我的车，那我给你来一手反将抽你的车。黑棋这个时候选择开炮把象打了，再不打人家跑了，不让你打了。那红旗呢只有补一手士，黑棋现在可想打兵冲炮叫杀来抽车，但是呢人家杀的车啊带响带将，说他不行，你要是踩兵踩这个小马，那人家正好把马扑进去，又要卧槽又要挂角，以后这平炮将平炮将，所以说呢没有用。那他就选择了一手先平卒过来遮住这个中路，以后呢他倒换倒换士，这个再想办法闪击你。那红旗呢先高车，黑棋呢选择了一手直士，红旗呢这个兵啊就挺起来，下一招准备再挺过去。黑棋呢高车，看似是高车捉炮，其实呢是想啊平炮过来重炮杀，然后呢闪你这个车。那红旗呢就先把炮平过来，哎，你吃炮我吃炮，你再吃我个象什么的，我这底下一僵，那这个棋你就受不了了。
黑棋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回马，想来对子交换，减轻压力。红旗不理他，跳进去。哎，黑棋一看，平一将，闪你的车，你飞个象，那就把你这个炮杀了。你现在，我这个马回去啊，又参与了防守。你现在呀，没有杀。那红旗呢，在这里啊，选择了一手电车，他也给黑棋啊设下陷阱，设了一个什么陷阱呢？黑棋把车把这个炮一吃，红旗呢把炮一吃，乍一看，好像人家这个把你马一吃不就得子了吗？但是呢，这个棋你要是敢吃马，红旗呢卧一将，卧一将你不敢上来呀，有马后炮杀，等你出来，他再平车占肋杀你。那这个棋呢，你是守不住的，所以说呢，在这里呢，他没有，他呀选择了车进一步，车进一步，哎，以后你这个一将我出来，你再站肋杀我或者往这边站的时候啊，我这个车啊可以借助这个马的掩护，来回给你对，拦住你，不让你这个车马炮啊左右夹击。那红旗你不吃，我非喂到你嘴里吃。那我们刚才说了，你这个一吃了马，你就拦不住这个车了。这个车，你往肋上你能跟着车卒来拦，但是人家平到这边你可就拦不住了。这个车马炮啊，两翼夹击，他受不了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他就没有吃，他选择了站住肋，防住你。那红旗呢，把车平过来。黑棋看这个车掩护了，他把小马呢就往上奔了。哎，你卧槽，有炮。挂角有车，那红旗呢就车先打一将，黑棋上老将，再来一将，黑棋下老将。你这个卧槽，我就说了，人家有炮在这里呢，没必要去跟他换平兵，试一下你这个小马，看你这个小马呢如何定位。你这个马，你要是跳上来拦住车，那他就有挂角将了。黑棋呢，在这里啊，选择了一手退车对桌。哎，你吃我的马，我吃你的马，我吃完你的马，还吃着你的炮，还吃着你的兵。以后这一四边炮还有抽将。那红旗呢，在这里选择打一将，黑棋上老将，然后呢，红旗跳边上去。那现在吃着你的小马呢，黑棋呢选择上马，哎，还有炮守着呢，你现在不敢回来将啊。那红旗呢就平过来打他这个小马，这个小马呢没地方躲，黑棋呢又选择了一手进马，那现在呀进车就是杀，那你马一跳，你的炮又掩护不住这边了，红旗呢回一将，黑棋要是退车绊住马腿，那你就没有进车杀了，他可以很从容的把你马打了，你把马杀了以后他。平中炮一将，这个车马炮兵四子连攻，那你如何抵挡呢？作者走到这儿，他不敢退车，就选择了出老将。那红旗呢，就带将，先扒掉他一个底库，再来一将，黑棋再把老将进来，红旗回马再一将，黑棋只能再出来。那这边有杀呀，红旗呢就选择了一手仰视，你吃士。我就把马给你打了，你再吃过来，那你这单车寡炮啊不成事，我这以后马一跳，马一跳也就拜拜了。那走到这儿，黑棋呢选择了送马一将，红旗吃掉，然后呢他再杀士一将，这样呢也扒掉红旗一个底库，再把炮一吃。现在你怎么办？打了这个马，吃着这个马，红旗呢，选择了一手进马，把这个马弃掉。现在呀，跳一步就是一个杀棋。那黑棋呢，赶快把这个打掉，这样你再跳将，他老将可以进中了。那红旗呢，就来一手篡位车，先站住，不让你进中。下一招跳来将。黑棋实战是选择来一手进马，准备弃车啃马。
那这个棋呢，如果说高炮行不行呢？高炮没有用，红旗呢也不会吃你，照样跳马给你来一将，你只有打掉。然后呢，他再拱你士一将，你只有吃掉，再兜屁股一将就绝杀了。所以说呢，高炮啊是守不住的，高炮守不住，那就只有进马准备弃车了。红旗呢跳一将，老将进不去，只有把马啃掉。那他把车一吃，这样呢，双方啊一番大战总算暂时告一段落，形成了呀车兵对马炮卒的这个残局。虽然说大子一样，一个车。一个是马炮，但是呢，一车十子函，尤其是这个小兵太毒了，他马上再冲都受不了啊，所以他赶快落个士。那红旗呢，就先把兵靠过来，黑旗呢就来一将，然后呢赶快吃兵。一旦让他把这兵都吃完以后，随便拿个大子把这个兵一换，那这个棋啊，红旗是赢不到的。红旗现在赶快挺车出来，准备啊一将扣他的中士。黑棋呢又卖个破丁高炮，红旗一将，黑棋下去，这个中士你敢弯他吗？你敢弯中士，他扣中一将就给你抽掉了。那红旗呢就飞个象，吃一下他的小马，你这个小马一逃，我再扣你的中士。这个一旦把最后这个遮羞布给他抠了，那他就受不了了，巨兵，那这个小兵的威力就大增。他选择了一手平中炮，守住这个底士。那也不能让他老将归位啊，老将一归位又得费半天劲。他将给他老将请上来，不让他轻易的回到大本营，然后呢再退车吃卒。黑棋无奈，只能是先杀个边兵。那红旗呢，杀个卒。现在形成车双兵对马炮双卒，吃着炮，他把炮躲开，红旗呢平过来，还准备一将，把他最后这个底库给他扒了。那黑棋呢还在挺中来一将保住，红旗呢落个象，不再垫车了。黑棋下老将，还想回大本营吗？没门儿，将一军上来把你。然后呢，把兵平开，下一招准备冲兵来杀你。黑棋呢回马，你现在要是下兵，他就有一个跳马将、回马将，然后给你一踩。那红旗呢就先出帅，黑棋呢这个士，以后老将可以往中间跑了。红旗呢就下兵，黑棋呢先把老将进去。红旗呢往里面靠兵，黑棋呢平个炮，黑棋平个炮啥意思呢？就是遮住你将脸儿，以后我老将偏到这的时候，你兵冲下去啊，你这个占不了花心儿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一将一下去，进兵一叫杀，你一出去，他有个兵占花心的棋，现在遮住将脸了，就没有这种手段了。他呢退车捉一下炮，那这时候黑棋啊又卖个破丁，再给红旗呢挖个坑，下老将不要了这个炮。给你了，那红旗呢？想吃，但是呢，发现呢，人家有一将，然后给你带走了，那不能上这个当。下兵，叫杀，黑棋呢，出老将。哎，我就说了，他要是没这个炮，那可以兵占花心儿，一招制敌。现在有炮，兵占不了花心儿，人家这还有将军，就让他先下来。下来之后，我可要吃你了。那黑棋无奈了，只有先躲一步了。红旗呢？再进车捉一下马，黑棋呢逃马，红旗呢再一将，黑棋上老将，然后啊搞他对象，把象杀了，要一个个的蚕食你。黑棋要想读拱边卒，没棋可动。那红旗呢再来一将，黑棋下去，然后呢他再捉一下你这个小炮。黑棋呢，退马保住，红旗呢再退车捉马，黑棋跳马进来，红旗呢再吃他一个，
这黑棋可给气坏了，你这一局石子寒拿着一个法拉利开着，在这里到处乱开车气人，一会儿吃个象，一会儿吃个卒，一会儿各种吃马，又要吃象，又要吃士，你让他在这里这么猖狂干啥呢？干脆投子认父算了。